大家好，我是 Priscilla。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？槟城马来西亚有什么好？其实我很喜欢槟城马来西亚的。为什么？这里很多好东西吃，很多美味的东西吃，又好吃又便宜，价钱又公道。还有住啊，讲老实啦，不会贵啊，这些屋很便宜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屋大嘛，700几方尺，你差不多500几千 RM 马来西亚纸啊，就买到了。我相信新加坡、香港、日本、Korea 其他很多地方都买不到的价钱咯。在这里又不会说压力啊，我们这里一个月的粮银差不多5000马币就可以买到一间屋了，又可以养家活儿，又可以顾到家人。所以槟城好是什么？很多好处哦，这里又有 sea view， 还有 relax， 这里的 education 又好， hospital 又好。所以槟城我很喜欢咯。还有为什么？我已经解释了嘛，还有什么爱知啊，你联络我啊，我帮你分享，我是 Priscilla。 我相信你们有我电话的了嘛，如果没有问题你 call 我019-214-9623。 讲得拜啊，对，如果你是 overseas 的，你记得要打个+6019-214-9623。 你讲得我是 Priscilla， 我做房地产的，槟城，拜拜。